非常低矮。OK， 来回进去，他给我直接用一个推掌，推掌进来。哎呀！哎 ，Yolo 对 XYD 呀、啊，好期待这对决啊！这个 Yolo 气扑扑的对决啊！啊，Yolo 常常改了在那个气扑扑啊，常常在那个三创的时候里面，哎，怎么又是巴迪？又是巴迪？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的主播托米。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主人，主播现在是我们的土人，哎是 OK。然后哎 ，Yolo 现在采取他最好自豪的，刚刚来一个是轻攻击后跳轻攻击后来一个盖头，对，好来暴毙后摔到看到了，不错。哎呦，一直插上步，可是有没有 ？XYZDY 也很厉害啊，他有在看到，他有知道你想在干嘛。对，哎，点到了，池康打到了哈，应该带走了。哇，很好。对 ，OK， 有啊，果然还是戴帽子。我刚才想说那个歪头看一下他有没有戴帽子，果然还是有戴，还是有戴帽子。哦，这个好，那开头的那个五 HP 八点五 HP 被这个二给点开了。会消稍微会吓到一点。刚、欸、哦是想打背哦，我想说他刚怎么又快一点换边呢？啊、欸、这个哦这个好，打B版的硬空阵哦。嗯。哇，我看你看看只剩一点点。对，你这有可能是被我数点之后应该是想又想要点一次被扛哦。是是是，因为。你的手就是没有 body 长，对，没错，你就没有 body 长，对，可能常常就会被容易被扛回来。那我昨天有问过那个 Yolo， 是他那个，我问他说你有没有考虑用小鹰打？他说小鹰更不利，小鹰更有昨天有讲过，对。然后他因为也一直在问叔叔啊，就说他因为要打 SADDY 嘛，那他自己也是那种想要问一下说到底一直在做准备啊，对。然后只是说有还是有点苦思对策，没有错啊。OK， 像刚刚讲，哎，直接不断的把他推角落，对，希望能推角落白血回收。哎呀，又被一个空阵插合。Birdy 这五 MP 还是很强哈、哦，真强势啊！然后残血的时候，那个 SY 就是会一直按下体攻击跟那个下体攻击，还有站轻脚，他就是在插合把你插掉、啊。对，哎呀，直接一个五。Yolo 是站着中，站着中，那表示我现在可能想要他可能前进了，有可能前进，不然就是他可能有等到，但是。太快动了，想要打空阵太快动，被踢到。对，我觉得也优柔先，现在稍微要先整理一下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一战对他蛮关键的，对他蛮关键的，对，不能输哈，不能输。我也希望都台湾众能够赢啊，对，因为优柔的实力的确是。因为我想要听东哥唱歌啊。对啊。哇，这下龙拳差很两次嘞，是有没有这么准啊？有点扯欸、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下体拳也真是太快了，对，就又长，对，我跳不进去，跳不进去。我是很蛮纳闷 ，SY 是找谁练卡琳啊？对啊，因为韩国好像也没听到说一些比较知名啊，当然一定有，但是比较没有，啊、应该比多啊就没有看到啦，就不知道到底是找谁练。哇，这个喷嚏完之后直接一针下体拳，对。好漂亮，有机会、哦。刚刚那个马祖第一帅也有用哦。哦，差一点点会B反吗？不会，漂亮，开心开心，厉害，被摔到闭眼睛了、啊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巴迪还是在讲啊，因为就四 F 拳嘛，对，就四 F 拳，而且一插摔又没有对摔无敌，然后再就是那个距离又还是蛮近的，对，蛮近，哇，直接在那个煞步之前把他打掉，这有一点是像梅卡里那个攻击用那个踩脚、那個、在之前就把他打掉，对，现在Yolo现在你看。我觉得他用的是 BT One 哦，但我觉得他现在就是直接说，我现在直接就是把你推到角落，我也不用了。对，我也不用，我就是拿 V 版的啦。我就拿 V 版，完全是 V 版。哇，刚刚跟一个差。可是要记得这个 V 版一定要有效打到白血。对。然后不断的用 VS 啊 ，VS 最强的拳脚，然后直接去击 V， 然后因为主要就是把他推到角落去。没错。所以用了这些对策，直接做得非常好。对。哎，但是罐子又滚过来，很讨厌，很讨厌，有点压力啊，怎么办啊？而且这个那个距离还很怕、啊、下体拳，下体拳，哇，看的是也是有点捏一把冷汗，是吧？我觉得 S 二 E 真的很会捡威胁啊，是，人家的举动都比较让人家会心浮气躁一点，对。因为毕竟他也是真的是很知名，而且再来他参加过了很多比赛，哦，看到这个泡。套圈圈啊，套圈圈，因为套圈圈你落地之后，你甚至可能是被折的。对，
所以说优柔用那个升龙把它解掉是很 OK 的，没错。他只说现在距离啊来说的话，你看又 XYZ 啦，又在那边抖来抖去，又抖来抖去，哎，很讨厌，很讨厌。哦，这个漂亮，对空。好，切角，切角落，但是有点满哦。会不会选？哦，小黑子不理他哦。这样子是因为距离这样子居然是点到，哇操！直接哎、欸，还有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是用下中脚，是用下中拳，所以没有捡到拳。哦，但不是没有机会，不是没机会、哦，漂亮，哎哎，好险、哦，好险哦，哇，好险！现场的观众捡到钱，现场观众欢呼声的，还好 SY 刚吸液用掉没有气，不然优柔几乎是就有机会，因为你有霸，你有他有气，还可能还有霸体。对，没错，会有霸体，会有霸体，那所以那这样会有危险。但是现在气可能被用掉了，那反正情况，而且又在角落，对，完全就是 XYZ 会不利的状态。哇，这个那个是捡到钱了，捡到同生一码的那个箱子。对啊，我看一下哦，果然啊，今天那个站在那个 relay 台比较远的都会捡到钱呐、啊。他已经是溜了，已经是第三个了。第三个捡到钱了。第三个捡到钱了。那原来那是所谓的财富位啊，风水宝地啊，风水宝地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南希至少没有在角落，然后直接转过去。哦，这一个摆持续哈、啊，所以负七并不是负七。XYZ 因为之后解出来都很多东西耶，你看他都用那个 MP 或是 VHK， 你看你其实按不带到他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充分发挥了他那个打卡林的优势。哎，这个可以这样子哦，因为可以，因为他是派生那个就是走级，是是是，所以说中间会有空隙可以插。但是现在 body 有霸体喽，body 有霸体哦。啊、手要小心哦，两边都在抖来抖去哦。哦，漂亮！哇，这个插合、这个、插合漂亮，一叶子直接逃被点掉，漂亮，哇，选择对了，厉害厉害厉害。然后 SY 因为被点不敢乱按，被摔了。是，因为你被打的时候，你不太会再去乱按。对，因为你觉得我刚抢招了，我都输了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哎，那所以这时候你开始就会停住了啊，没招，直接就直接摔，因为走速又很快。对，走速很快。哎呀，啊，就又刚刚又、这个、又有一次，这个讨厌，对。他就是站在那个你 B 反也 B 反不太到，蛮惨，被抽奖了，被抽奖中奖，中奖才到。好，输点应该被压了，可惜可惜。对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到最后一个灯了，哎呀，好紧张啊，没有拿下，有一点懊悔的 Euro。而且两边的资源应该是满，完全满满的，完全是满满的哦。但我觉得现在卡里不利就在于他的血量，他血量就是输，对，血量就是输，血量输。打好几下，可是一下就回来。哎、欸，思路喷，思路对，思路喷出来出 ，OK， 很好，漂亮，漂亮，哦、漂亮，漂亮，应该是接完，接完、哦、要花去接哦，漂亮又解散，又解散。